听跨年演唱会，来到这边，哎，突然发现，哇，这个舞台好大，好舒服哦。就容我来跟大家介绍一下，我们来到了倒数第二个主题，这个主题呢叫是勇敢生活。其实每一年呢，在世界各地都有这个城市的评比，台北这个城市一直以来都是评比为最适合居住、最安全的都市，就是在这边。所以现场的大家每一个人都很幸福哦。除了我们有很舒服、很便捷的交通之外呢，我们还有各种的环保绿能。很多国外的朋友，像是刚刚阿布斯坦也有说，台湾真的很方便呢。这边的樱花跟日本的樱花一样好看，一个白白，一个红红的差别而已呢。对，你看我们就在这么棒的城市里面，还有呢，这个推动居住权益各种措施，就是一个安居乐业的城市。相信呢，大家住在这个城市，或者是你住在别的城市，你听到台北这么好，也一定很想要过来跟我们一起作伴。好啦，这是我们倒数第二个主题，讲到这边，时间进入到了尾声，跟大家对视一下，现在是10:25，距离2022还有一个多小时。那我身边的伙伴现在在哪里？我们现在假装我在棚内，我是主播，我们现在连线到，现在连线到北海岸的不知道 Key 的主播，还有达哥主播跟温妮主播，要现场的情形如何？是的，我们在面对这个舞台的北海岸，对。然后虽然说飘点小雨，但是后面的观众热情是不会被熄灭的。超级热情，很不错哎！而且你身后还有好多阿令的粉丝哦，阿令的粉丝先借用一下你们的叫声，蓄势待发中，蓄势待发哦，对对对。温妮的脚下有一袋，那是什么啊？这是我们的秘密武器，太厉害了！秘密武器先不能提前破梗吗？对，不能破梗得死。好，那我先看看隔壁你们的敌人的得死。隔壁老台，转交一下现场的部分，说老屁孩吗？隔壁老台，看看老台。是的，这里是记者张国华，在华盛顿为您做的报道。台长，摄影机在前面。你们那边怎么样？我会习惯要看着他，你知道吗？但明明露露在这里，我就要对他。露露你好，你好，哈喽。对，但是这里现在很好。你要问什么？我要问你们那边，你们华盛顿那边，对，你们那边那区的观众还好吗？会不会想累？我们这边还好，看到没有？够嗨了吗？可以了。事情是这样子，刚刚你已经讲了说现在是10:25、26了，对。不如趁这个时间，我们还是提早跨年算啊！不是，太早了。台哥这样子 key 的好不好？大哥，我们这边主持人的身份就是要让两边都很嗨，看看谁比较嗨。先从达哥这边先来。好，来 key 的，来，我跟你们说，是，左边的朋友们跟你们讲，等一下呢，如果你们够嗨的话，我底下全部都是口罩，对，好不好？我们的口罩，所以等一下要够啊，你们说好不好？好，准备好了吗？好，来，左边的朋友，你们嗨不嗨？尖叫声！来，送！哎呦，我这个年代，用这种方式来送礼物，我们有小礼物哦，来出名啦！来，怎么这么厉害？谢谢大家，感觉现在这边很嗨，我们来看看华盛顿连线过去的朋友，老台，你还在线上吗？你看我们现在现场嗨不嗨？如果够嗨的话，我们刚刚有飘下来的彩带，我们送给大家，好吗？够嗨了吧？可以了吧？我光彩带就够嗨了。但是你没有送出去耶，他们真的想要吗？想要吗？真的想要？没有，我们真的有准备。我们限量版的口罩，请问是不是我们的Rising 我们的粉丝？不是，他不是我们的粉，不是，是吗？是，要确认一下，对不对？好，现在两边看起来都不错哦。对 ，Key 的那边礼物已经送完了吗？我跟你说，送完了，但是我手上有什么就送什么。来 ，Round Down 要送给大家。送什么？
来小龙蛋送苏干，真的吗？真的要送吗？要龙蛋了，请尖叫！来来来，送龙蛋，送龙蛋，不需要龙蛋，不需要龙蛋哈。Kid， 你要确认。大声一点，把温妮送，不要送掉哦。对，我现在送的是已经讲完的部分，所以我可以放心这样。好，你们那边送完，我再问一下老台，你们这边还有什么东西可以送？我这边本来要送的时候，导播说不要放，这等一下，所以我们就已经送完了。哦，已经送完了，你们没东西可以送了，没东西可以送了，好吧？还是我自己挑出去？我觉得大家不会想要这个礼物呢。好，来个外套如何？谢谢两地的记者为我们做的连线，也谢谢两地的粉丝。我知道虽然你们很不想要拿到礼物，但是。谢谢你们的配合，想不想要礼物？他们很想要，很不好意思啊，虽然说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没有办法拿到礼物，不过呢，待会儿在身后的这个团体就是你们大家的礼物，他们的点阅率很多，很厉害，在今年又有一支 MV 破亿了。Ladies and gentlemen， 台式浪漫，台式摇滚，他们来了，欢迎 Gangnam 前。